迄是足艰苦的代志，迄是恁囝咧疼，疼到摸老母的脚，伊实在是无法度，规下咧甲你求呢，你都规工哈然后做工地，但是歪插伊就歪插伊。啊，我甲你写白话嘛，不是会好呢？我讲你转去吼，你即马我来叫你跪落来，你跪袂落来，你爱民主吗？啊，四个囡仔我跪要创啥？啊，你转去，我即马写好你，啊，你来跪一下，甲伊磕头。啊，老母啊，给你忏悔，给你见笑，我对不起你，吼，你遐尼艰苦，拢无要插你，啊，我呢好好啊，给你忏悔，啊，发挥老母的爱心，啊，即马老母过去做诶，今日要做诶，未来要做诶，要替你做啥做啥，爱讲好，让伊欢喜，啊，乃至呢，啊，搁大家来参加发挥，一直个回向，我讲啊，你当然爱做，啊，恁囝着对你就好，伊讲阿咪来看。连咪你都较袂听，伊讲我拢听较天光，你转看嘛，你今日那个规规个讲过诶，你煞袂记得听，困较天光啊，因为你个囝一定真感谢你啦，伊毋是要找你麻烦呐，所以讲啊，都舒服无啊多啊，迄阵都结婚生两个啊，生完以后还佫有心，当然嘛佮摕掉啊，安尼，我迄个拢无要紧啦，但是重点是你佮摕掉，伊就足艰苦啦，所以我个意思是讲，一个人世间话足敖。但是呢，爱民主，但是呢，无重视啊，所以我尾后只好阁将阮老母的故事阁讲一遍，互伊听，互伊撇撇喘安尼啦。阮老母就提两个，我问足久啊，无要讲，啊，就啉一杯水，无拄好就倒向遐，啊，两支脊椎骨就啊摔断，你看偌艰苦，倒个涂骹袂振动，来呢，就爱阁倒半年、一年，足艰苦，连便所都无法度啊，因为这个囡仔。当然，予咱提掉，开心果都嘛个嗷嗷疼个，足艰苦。所以讲呢，讲到这啊，你若有流产、堕胎、胎儿，你一定要足认真、足打拼。其实你先嘛，迄搭咧听，迄搭咧听，拢囡仔咧甲你拜托母啊，母啊，敢若你生囝知影，伊腹肚枵嘛，敢若喊较大细声，对不对？喊较大细声，伊就是腹肚枵，伊无法度啊，伊咧疼，伊无法度啊。啊，所以讲呢，那这点啊，咱都要听哦。一切众生拢是咱的父母，伊来咧听，咱就爱有感受，迄叫做悲心嘛。悲心就是感受着众生的疼，所以咱绝对唔通去使众生艰苦，进一步爱让众生快乐。搁念一遍，诸恶莫作，众生奉行。啊，你若安尼做，现世快乐，来世快乐。啊，那听就赶紧忏悔，啊，赶紧忏悔，赶紧回向。所以听，迄就是业障啊。迄就要忏悔，可能完成这组啊，就要超度，这是一定要做的。所以痛苦痛，迄是一种的觉醒啊，提醒。这個、痛苦痛，互咱有忏悔心；这個、痛苦痛，互咱有慈悲心。所以我昨昏对坐车为婚姻来个心定，啊，拄啊迄个时间拄啊，而且个南部的第一要再去台北安尼啦，因拢利用傍晚要再去台北，然后大只的。好小乳猪，哎呀，我坐在车顶啊，我实在，刚才在直直念，直直念呐，啊，祈求佛菩萨的加持，真见效。我那个赞扬法师讲话，咱老法都将迄两台车怎个，怎个动起来，规台车个提顿来放心，还比起一百斤佛寺靠功德。哎，各位，真困难，啊，一台车一百架低，两百架低，你要扛在什么所在？真正见效，所以恁当老土地紧嘞紧嘞紧嘞，微微的起低啦，啊！所以你讲袂使输，迄足吵，足吵，你嘛足吵，大家拢足吵。所以讲，慈悲啊，确实太伟大啊！但是咱真见效，真见效啊！起几只低都无法度，佫想要幸福度众生，所以各位为了这真打拼，所以无甚物通佫骄傲的啊！不管你今日条件偌好，赚偌济钱，无甚物骄傲的啊。因为呢，迄只猪啊，迄只鸡啊，迄只牛羊，咧放台啊，咧放牧羊啊，啊，乃至迄只人嗰咧无名啊，台死家己爸母的肉咧食，众生就是爸母啊。所以，诸恶莫作，众生奉行。即、這个主是一切众生，希望一切人拢断恶修善。咱家己爱心做会到，啊，这一步呢，引导众生。第三，讲一遍来，诸经机遇，那一切业拢是因为咱有一个分别心，所以
你好心去做善业，那有善报，那善报嘛轮回；歹心去做恶业，那么也有痛苦的轮回。所以各位不管做好做歹，你要了解本体拢是空性的，所以爱安住伫个无分别心啊，这个叫住境期。那无分别心佫无够，众生拢唔知。所以咱来讲这个无分别心的空性，变成一种实际行为，叫做大悲心。希望众生拢断恶修善，住境期啊，对信因果心、佮了解空性的心、大悲心、菩提心、度众生心，希望大家拢安尼。这是释迦牟尼佛给咱同要紧的教化，所以再念一遍来：断恶、修善、度众生、体证空性、圆满安了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啊，所以希望众生拢幸福啦。所以啊，咱就要安尼来打拼。所以纪念释迦牟尼佛的出世，乃至出家、成道、转法轮。业缘释迦牟尼佛一世人来做给咱看，所以咱以佛陀的思想行为做咱的模范，这叫做合佛的人啊，佛教徒按照佛的教法咧实践的人叫做佛教徒，那这是佛的功德力，所以希望咱也有法度安尼来实践佛的教法，这个供养佛同样紧的，所以佮咱这边来发菩提心成佛。这是供养佛，所以各位爱做好的佛的弟子，做佛的子啊，来承担佛的责任，那这是很要紧的啊！大家拢知影这个道理。那既然你知影这个道理，你要改变家己啊，爱消赶紧消家己的业障，爱赶紧累积家己的福报，乃至呢进一步爱快开发家己的智慧，消除烦恼习气。有的人说，阿叔，我要度众生，我说你脾气要怎么度众生呢？对你好，你就笑笑了，对你坏，你就起屁面，虽然你今后看佛经，还没修行了。咱是有所求，咱是智慧不够，我今天佛寺要起到这么大经，还没起好就死了，这样啊。所以，道场要起在人的心里面，这个外面的一切随缘就好了，不要超过自己的因缘。你五千块做五千块的代志，卖去攀缘。如果我今日是一个出家人，我要起一间佛寺，大办法会，摆啊偌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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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尼也扎死呢。啊，因为没有起好啊，无人搞好呢。乃至动机唔对，众生无欢喜，安尼嘛无法度度伊啊。刚咱咧写拜位，有所求去写拜位，你看这众生就结恶缘啊。啊，所以这众生就不爱听你讲啊，你念经嘛无效啊。所以你没有众生，那愿意听你讲，你得要有一个忍辱慈悲感动伊才有法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故事，度人的故事，拢是用这种大悲慈悲心、忍辱牺牲，才有法度去感动对方。人就安尼啊，何况是这大鬼神，何况是天神啊？所以咱一定要把握。这种的原则啊，绝对唔通虚伪啦！啊，所以我定啊，人讲啊，海涛法师你无气一劲啊，我来替你找好嘅人，我唔通随缘，唔通攀缘啊！但今嘛人笑我，海涛法师，你四面电视台办了未歹，我替你办一电话追录，同桌给你一亿，我免。我你安尼做啊，搞不好喺电视台都无人看，因为这内底啊。咱袂使去伤害佛法，水陆大法会是大慈大悲，水陆大法会绝对毋是利用这来做得到家己经济收入。啊，我讲生命电视台，逐工都咧办水陆啊啦，啊，逐工都咧劝人做简单的放生、食菜，啊，咧普度众生啊，安尼就好啊。虽然因为伊毋是无咧做，我都咧做啊，虽然就好，安尼袂使攀缘。你有能力照顾两个老人，你就去照顾。你袂使讲啊，我要一定要。当然，咱有悲心照顾一切老人。啊，明明咱即摆能力就照顾两个，啊，你就好好照顾这两个，将这两个功德回向给所有的老人，安尼使。你袂使讲啊，我要照顾十个，然后去攀缘，去牺牲佛法啊。所以那安尼呢，因为这因无好，果就无好。迄阵啊，就算老人你来啊，
你嘛对伊无慈悲心，是安怎？好，我为着恁吼足艰苦，啊，你对老人都无尊敬心，老人变咱的工具啊，就敢那开孤儿院，常常规叫迄只孤儿去做乞食共款。你看阮只孤儿偌可怜，孤儿偌可怜，今日大家报喜，大家报喜，那这个孤儿变工具。老实讲，我拄过这种代志足多，我家己嘛小可伤心。过去我较无咧出国啊，后来我只要每一个所在有咧做善事，我拢会家己去看。我曾经去一个国家，安尼帮助你孤儿院，啊，阮去看，哎呦，足可怜，暗时蚊啊足多，啊无蚊打，啊窗仔门咧落雨个压着水，蚊啊咧真艰苦。那迄阵我无啥钱啊，我讲那我出一点钱做网子啊。做一点防雨的啊啊啊！大家个倒扣，大家真发心哦，就提钱吼，这个所在。哎，结果经过一年过去看，哇，拢赶快。干那迄个迄、那个福建人买一台新车，安尼样啦。当然买新车，伊冇理由讲啊，这买新车要来载人。结果这个囡仔，就是简单的钱拢不爱开，啊，佫真正钱佫可以啊，啊，佫不爱专款专用。啊！用个伊买一台车，讲安尼，安尼较方便去募款啊，等等，安尼就唔对啊。所以这就代表讲，伊唔是无咧做，只是较无自卑心啊，关心家己超过关心迄个囡仔。啊，咱个囡仔，逐工咧有蚊仔叮，迄个蚊仔足济，啊，你拢无爱插伊，啊，伊变啊困，啊，就歹困嘞。啊，所以那这种个，这台可怜个囡仔变工具啊。啊！利用别人的善良的心来满足家己的欲望，执着。啊，这点我第一只讲啊，咱可能大家嘛有呢。啊，足细腻，你做啥物代志啊？足细腻，你的动机是毋是有自尊气？是毋是符合柔软的自卑心？如果那无，无效啦。所以我有一边啊，甲一个师父讲，哦，你足够念经，我就笑笑啊。后壁讲一句，但是你足够骂人。啊！你咧，你就讲骂人，你念的经就无好听啊！啊！你哪里讲？我老实讲，我听你嘛真艰苦。我活人听你念，我就足艰苦，卖讲死人。我安尼讲较紧，因为你定来咧讲骂啊！哎，我是我的个性啊！啊，我足认真念经啊，无效啊！佛法是一种的因缘所生法，你普通时啊安怎做？所以你在那个时阵，你才发到展现佛法，佛教讲因，这个过程同要紧，不是不择手段达到那个结果。老实讲，真侪人，哎，法师啊，我向你合法去，轻轻轻轻轻，我讲我未晓断，啊，你哪会未晓？哈，会晓嘛，不爱跟你教，因为你学法去学的是要去赚钱，那个表演，你就算。你若讲表演弹了好听，人去达到法度超度众生，啊，迄弹了比人较好。问题是因的动机是为了赚钱，为了表现家己的身材，迄拢无效啊。啊，咱的动机声音是方便，你无法去，请问无法去有一个慈悲心念阿弥陀佛，众生有法度超度无？啊，你法去足够足够做，敢那大合唱团、大乐队，啊，若无慈悲心，讲念完这场要收十万，有法度超度无？啊！你恁足巧，无怪恁来坐一家啊！所以咱都了解，动机决定一切，绝对不是你的技术，不是你的能力啊！你的能力超过你的自卑心，那、啊、这个能力足恐怖的。所以动机同要紧，然后呢，一步一步一步，卖贫惰。有的人是足有自卑心啦，但是足怕变困，足贫惰，用脑筋啦，迄个无多啦啊！你有自卑心，啊，你嘛爱有这种观察的能力，禅定去思维，一个代志变啊分析较足有，嘿，迄足艰苦的呢，就来紧来困靠样嘞，目睭连咪个沙尾去。但是你着爱去引起神清呢，敢那释迦牟尼佛讲，我若无开悟，坐咧这个金刚石，我死嘛不爱起来，还有迄个决心呢，脚疼不爱插哩，八道腰不爱插哩，爪甲不爱插啊，啊，我就是一心来思维。要安怎度众生的方式，迄种艰苦的代志。所以有一个人就爱困啦，我讲哎，安尼好唔好？互你困七天，啊，你才来找我，啊，拢卖离开眠床，会起笑。我甲你讲，你看倒位眠床七天，你就起笑啊，冻袂掉，啊，无落来懵懵的，懵懵的，佫起来困，啊，困困的，佫来懵懵的，迄是咧过生，迄唔是咧修行啊。
但是打坐的人能够打坐七天。